哎，妈妈，哎，妈妈，李月，怎么了？怎么了？妈妈，李月，妈妈，你怎么了？你怎么了，妈妈？啊、没事，别碰我。妈妈，没事。怎么了这是？啊，要不去医院看看？走走走。没事没事，我可能昨天没睡好，头有点晕。老丁，嗯，我能拜托你一件事吗？你说。我可能要出差几天，想把满意交给你带几天。可是你能保证不会再发生今天这样的事儿吗？昨天那真是个意外，他又不是别人，他是我儿子，我是他爹。丁玉坚，我信你。你寻找你的新的感情也好，建立新的家庭也好，都跟我没有关系。可是满意毕竟是咱们俩的孩子，万一有一天我不在了，他不还是得跟你过吗？你好好的说这种丧气话干什么呀？你有事就忙你的。满意放我这儿，放心吧。满意，你能好好跟着爸爸吗？妈妈，您放心吧，我一定不会让别人欺负我的。到那边找医生看一看。听话，满意。嗯。于志平。